Hello， 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Outland。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，虽然不太算是台湾的正式翻译名称了，不过好像是叫《奇异领域》。嘿，绝对不要跟那个什么电影搞错哟，应该不会搞错吧？只是加个奇异，大家都讲什么奇异果？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然后他就会从之前那个地方。因为那段看过了，我就直接跳掉。这边也看过了，我要重新想一次。好像除了 J 以外没有其他攻击。这个什么能力 ？Level Map M。他就这样子而已啊，他是能干什么吗？啊，这个也不能够选什么东西啊，这什么都选不了啊。这个，而且这边顶多就是跟我讲说我目前有的东西而已吧。等一下，你走过去有东西。我还下不去嘞！啊，我要怎么换？哇，忘记说这个怎么换。糟糕！忘记看是怎么换那个改换模式了。应该会有一个。嗯哼。Might and hold. This is where? Jungle.这是，哎，等等，下面有东西，钱，哇塞，这样子还不行哦，gosh， 杀回了。嗯，还没有很习惯，他想要叫我干嘛？我想不起来要怎么换。好像他在其他按键上有其他设置，我按 V 也可以攻击啊。糟糕，我想不起来那个
我只要不停的用下踢就好了。这边的还算轻松写意。什么东西开了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？Gosh！ 哇，吓我一跳！我想什么东西攻击我？这边开了。这里还有隐藏，钱都在下面了，该碎。啊！受伤，钱都在下面了，糟糕的。好糟糕的，刚刚啊，这边是看一下，嗯，这样的话我走，欸，所以另外一边还有东西，欸，不对，这边要拿到的东西已经拿到了，已经没有那个隐藏的要素了。好了，我在习惯它，我还在习惯这个，我操，习惯它的那个设置。这根本就下梯完结这一切，天哪，这游戏下次没问题吗？来啦 ，kick！ 钱，这里很空哦。我操！钱，啊，这边有没有东西啊？有时候它这边会有东西，有时候不会有。就给你，我现在有四颗星了，这个地方可以买，好像多打怪就可以获得更多金钱，可以买这些东西啊。估计，哎，这上面是石雕像，哎，刚刚一瞬间没有看清楚。而且你看这边的话，就是从这边有一层、两层、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、六层，这个基本上有六层到七层上的那个堆加，所以看起来很漂亮。喂，吓我一跳，差点按错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感觉好像没什么。啊，好了，下面这边开启了。
诶，这边没东西吗？好，这边弄好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想不起那个东西怎么用了、啊，我想不起。哎，等一下，不会是从开头吧？我想不起那个是哪一个 ？Switch agent attack beam show jump。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更换，是不是？好了。Yes， 好，过来喽！不能乱冲，它这分好多地区哦，天哪！喂，不行，它这个都只能这样直接过去。可以爬的吗？哇，那不能。嗯，那不能。很好。我一直想要踢，然后他不让我踢。要修哦！哦，打！诶？哦，这个现在是没反应的意思吗？好了，哇，啊哈，然后再重启，好，好，这边结束，应该接下来就是会换红色的开始发光，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那个能力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他只要在同一个线上面，他就会开始这样做。这边有两个，而且我那个还要先等我过去这边之后，我才可以。哎呦！好了，然后就是获得一些其他能力吧，就是之前过去的记忆吗？哎，我换颜色了，哎，光明的光明般的精神，然后这个男人就已经 creation， 他现在可以。储存这个印记，并且学会如何绘制这个印记。现在他可以免疫那个光明的弹幕，还有光明的一切事物。他可以close his before swiftest hunter dog，
我的 role is 丢了。尽管他现在总之他就是已经学会了嘛，就是他现在那个蓝色弹幕都要没有效了，就可以开始去狩猎那些黑暗中的生物，但这条路还是非常的漫长，还有很多事物隐藏在黑暗之中。天哪，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答这个东西。你现在学会了光明力量，光明精神。哦，我现在吸收那个是不是没事？哎，一击就爆了！你看，这个完全免疫了。哎，我现在身上这个印记改了之后可以这样子，太爽啦！再也不怕啦！啊！啊！可是还会怕这个，这个就是二择一嘛，这变成一种双重的弹幕设置，哎，就某种来印象来看，其实也是蛮麻烦的。下面有东西可以吃啊？好像没有哦，看一下。嘿，然后这个地方过去应该会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拿。啊！吓我一跳！哎，我打不过是吗？快跑快跑！哎，我刚打个草丛，是不是就冒出了神秘的东西啊？这边好像是。自爆小孩，自爆小虫虫。好了，现在就是慢慢走回去喽。哎，我玩这么久了，这个游戏的我不知道，哎，可能是我太沉浸在这个游戏之中吧。这游戏的美术风格真的蛮美的。我不是说其他游戏这样不好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双人挑战啊！这个双人挑，这个反正这个地区这个挑战是你无法一个人独自面对的。想要进去的话，你需要另外一个，你需要在双人模式下跟其他人一起合作。哦，哎。钱，喂喂，吃到补血了。可是像我这种拿到一个那个东西而已嘞。看来这边有很多区域是我还不晓得的哦，太多东西我不知道了吧？游戏在这边结束了，可是有怪过来了，等一下。有些地方可以破坏掉，哎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对，我想今天就先这样子就结束了，感觉还不错啊。只是啊，有时候我要习惯一下。不过算好的一方是，我按空白键是跳嘛，上一次我要按 J， 变成说我那个东西操控不良，现在有个 V 可以让我去做替代性的控制，那我觉得也还不错，至少这样的话比较好丢了。好啦，今天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